中华人粘土客家嘅提法通，三山桂坊客台文化节，今半夜独步新疆林俊江来盘，有39间三山桂坊庙其中强下，除了盘超神典礼之外，还安排了客家语文表演，为民众打榜三山桂坊嘅新娘，来认识客家族群独中华嘅发展历史。中发展新光国小四盘凤高学生儿表演开口式老武术，为三山桂坊客家文化节开场。杀起了条安东妈妈紧冲紧跳，现场还有绿茶体验，老 DIY 了条佛陀，下来请动民众去参加。那我们算一下，这个客家文化节呢，也大概有十几年了。那我们每次有接到表演的通知，我们马上就会开始来计划。你看看我们身上的衣服服装都是我们自己一针一线缝制的。欢迎咱三十口金香庙所有咱的友香来跟咱林庆香，嘛借由这次的活动，爱好当友香拢会知影阮保新的特色，甲林庆香的热情。系中华人三山桂坊客家文化协会主办，三山桂坊客家文化节今年系第22年嘞。礼拜用客家意象来做主题，安排过关游戏、DIY 老客家小礼行，为民众设置来体验才体验客家风情。39间宫庙哦，拢非常踊跃要来举办，所以大家叫伫咱三山国王王爷面前来拔圣杯，来得到这个主办权安尼，已经是迈入了第22年吼。等于讲后22间宫庙办过安尼。在彰化县里面，大概有400万的一个扶老客哦。那随着我们的时代的一个进步，慢慢的，它的文化确实有被这个视为了。所以我们在透过这个文化节，是把我们的宗教文化、观光跟产业去做结合，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多了解客家文化，也多能够了解地方的一个特色。主办单位讲，三山桂坊客家文化节佛堂主要嘅目的，是系为打榜39间三山桂坊庙连连来盘，为各间宫庙之间相互联络，还下希望叫欢喜，得到乡亲嘅客家意识老认同。客家新闻李兴龙综合报道。